哟，都在啊！我去帮你找啊。不，林大哥，我正好跟你道个喜啊。给我道什么喜啊？洪吉达呀，我正要跟我妈商量这件事呢。洪吉达何喜之有啊？你看，这洪军医跟张队长啊，他俩早就是一对了，只是都不说。他俩多般配呀、啊！你个当哥哥的，应该听妹妹张罗张罗呀。他姑娘家不好意思说呀，你个娘家人应该替他把话挑明了呀。别说了，怎么了？啊，那个没什么，这做哥哥的，这舍不得妹妹嘛。那我先走了。去吧。疯子，你没事吧？其实我心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自打你要留下来，我当时就别说了。好，不说。大佐，我们要不要贯彻上级的方针？不，我们还是按照原来定的方针。大佐，司令部指示我们要加强针对平原村庄的整体扫荡，目的是要切断所有反抗势力的补给，让他们变成上岸的鱼，下山的虎。可这个方针不适合用在路东地区，这是双峰镇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。双峰镇背后的双岭才是八路军真正的根据地，只要冲不进双峰，那这块平原在我们手里只是累赘，是八路军针对我们的人质。双峰镇是战略要地，现在由八路军的主力把守，如果消灭不了这股主力，我们大规模的清乡扫荡就不会给八路军构成任何压力。相反，在我们扫荡的过程中，必定后方兵力空虚，又给了八路军可乘之机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司令部已经专门有人来配合我们的行动了。现在我们完全掌握了八路的动向，等时机到来，我们消灭了他们的骑兵队，那这些游击队就没有了任何行动力，他们根本不能阻挡皇军的胜利。现在就是要把主要兵力稳住，等待和他们决战的机会。你的骑兵队继续分散行动，十个人为一组，蚕食八路军的小股部队。宋将军，我对你骑兵的战斗力非常有信心，我们前后呼应，对抗他们的游击战。等到他们的大部分兵力被吸引，那么我们就集中所有的部队进行决战，一战解决路东的问题。嗨，张伟啊，你对中央的这个新指示有什么看法？现在中央指示我们以游击战的形式来对付鬼子的扫荡，困难。那有什么困难？我倒觉得中央的这个新指示十分适合我们目前的状况。以我们部队现在的实力，如果正面和日军发生冲突的话，必定会使部队受损。但打游击战既能保存我们的实力，又能抗击敌人的扫荡。政委，咱们都知道双峰镇这个地理位置是很特殊的。对，你看，它是一个出口啊，
卡住了这个出口，就等于是最大限度地保存了我们的活动空间。所以不能让陆东的任何一方来得到这个双峰镇。现在这个瓶颈是因为什么？因为山田还没有足够的办法来控制双峰镇。他来了，我们可以撤，但是他也没有能力长时间地驻留在这里啊。所以他走了，我们还可以进，但是双峰镇必然是会成为一个我们和日本人正面交锋的战场，所以我们必须做好打硬仗的准备。既然是要打硬仗，我们就得尽量避免和日本人的任何一次交锋，哪怕是游击战。对，能力小啊，不足以消耗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游击战一定要打。毛主席在《矛盾论》里说过，要抓住主要矛盾，在抓住主要矛盾的同时，要抓住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。日军兵力不足，攻击力量薄弱，这就是他们的主要问题。我们就要抓住他的软肋打。山田不是把骑兵撤出来了吗？那么我们就抓住他的骑兵打，打疼他。至于说那些什么势力对于我们陆东的平衡起不到什么根本性的作用。可是我们怎么对付日本的神出鬼没的骑兵呢？骑兵嘛，能对付骑兵只有骑兵嘛，所以还得加强骑兵的训练。对，张伟啊，走，骑兵的训练一定要抓紧，而且要有针对性的去训练。是。哦，对了，国际方面援助我们的药品运到了没有？到了，到陈桥了，卫生队那边已经派人往回运了。太好了。老大，嘿，老大，吃饭了。老大，还没起来呢。行了，咱不等他了，是吧？真是搞不懂，前几天咱们还没睡醒呢，就把他拽出去训练了。这几天可倒好，叫他起床他都不起。他呀，那是一开始那股新鲜劲儿，这一过去就觉得没意思。吃吧。就是，就他们那个训练太没意思。不过今天天是挺好，这应该呀早点起来溜溜马。哼，溜什么马呀？那大力丸被他们拉去配种去了，剩下那几匹全是歪瓜裂枣，有什么零头？怪吧？那这不去溜马了，怎么还不行啊，老大？你小孩子哪那么多事儿？林大哥，哎呦，张队长，哎，张队长，哎，张队长，哎，老林在吗？还没起来呢，要不我把他叫起来？好，来，来，请。林大哥，林大哥，哎呦，张队长有事吗？怎么这两天不参加训练了呢？我不舒服啊，所以我就没去。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我怎么感觉这个态度变化的有点大啊？没有没有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没有。你忘了我问你的问题了？我不是你手下的兵，我可以不回答你的问题。最近鬼子骑兵活动很频繁，我只是想请你去帮战士们讲讲战术技巧。你讲就行了，你干什么都是一把手。好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能去。冯建一，来了啊！张师长，多谢张师长帮忙。哎呀，一家人嘛，怎么说两家话呢？咱们都是为了抗日的中国人嘛。你看，你们这些华侨对我们的国军一定要有信心。我跟你说了吗？八路军的战士不是都来了吗？我们这边这次过来也是顺便了解一下这边的局势。以后你们大家呀要互相团结，咱们都是为了抗日，
现在就认识了，以后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八路军战士讲，你们有什么困难需要什么也给咱们的华侨弟兄们讲，好吗？好好好，走，咱们上去看一看。我们这次过来带的药不多啊。不，这次我们已经很感谢了。不过我们还最近古董店生意怎么样？多谢市长关心，托您的福，我的小店生意还好。好。我这次来呢，全军覆没诱捕八路的任务，目前。这边的情报归我管理，你以后有什么情报，可以随时向我报告。好了，咱们该回去了。货都齐了吗？货都齐了，安警员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去找他一下，你们先等等啊。以前我都是直接把情报给三号，可是现在三号不在了，我把情报给谁呢？你那边如果不方便的话，也可以通过五号把情报给我。你好不容易混到现在这个位置，能够掌握第一手的情报吗？千万不要暴露。我知道，最近他们一定会有一场大的军事行动，但是具体的细节我还不太知道。等我有了情报，马上就向你汇报。一定要保密，谨慎些。是。上趟厕所。这位是。我问的厕所在哪儿了。快点吧，大家马上要出发了。快走。大佐紧急命令，到附近拦截住八路军的小分队，一定要把那个女军医杀掉。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这是大佐的原话。一定要把那个女军医杀掉，不能让她活着回到双峰镇。出发。不好了，小鬼子追上来了。韩警卫员，你带着药先回去，我们留下来掩护。不行，我掩护。红军，你先回去。别说了，就这么定了。是，你们四个人跟我来。快点！我去，我不是，你现在要是去的话，没事，你先走。走，不是这，你听我说，如果他们起，您回去吧。是，好，
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日本兵，他为了掩护药品留在了胡家庄。啊！你站着干什么？赶紧集合人，你快去，快去！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有鬼子追我们！同志们，我们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村口顺利接应红军医，把人安全带回来，最好不要和日本人发生正面冲突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都有想做准，跑步走，啊啊啊啊啊，军爷爷，我们家什么也没有，我不知道。八路在哪儿？军爷爷，哎，那是柴房，什么也没有啊。军爷爷，没有，我真是什么也没有。我什么也没看见。这女的到底是谁呀？耀寒追不追了？不追了，把女的杀掉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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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那边有人接应我们，快，走，快。 你怎么受伤了？没什么，一点小意外。没什么大事就好了。这个日本人怎么来的这么快啊？这事儿有点蹊跷吧？这毕竟是日伪区啊，他们在明处啊。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 反正这个事儿肯定是我错了，但是事情来的也太突然。你看，现在我们回来了，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对吧？我都能接受，但是处理我之前，你必须得让我看一眼我妹，我得知道她现在好不好。看一眼，我马上回来。我答应你们，啊，走。好啊。 张伟，我看今天这件事情必须要有一个结论了。我知道，你一直对林劲峰很看重，我也承认他是有能耐，但他是吕布眼高于顶，而我们是八路军，容不下他这条大龙。过去，我接受过你们的意见，给了他机会，但今天我们必须做出结论，让他离开这里。 还是走吧，我早就知道你的脾气根本不适合在这里。你就这么看我？这里是军队，你根本就不了解军队。你还是回去过你以前的日子吧。 走之前，我得问你个问题：你是不是喜欢张伟？你喜欢张伟？ 稍微等我一下，啊！别的我什么都不说了，你现在马上去陈桥帮我查一个人，查谁啊？此人姓张，开了一家古董店，现在怀疑他就是接头人，把消息传给日本人的，啊！不会吧？在没有证据之前，谁都不能妄加定论。关键是他和小安在一起，是姬达亲眼得见。 所以一定要帮我查，等我查出来告诉你。行，哎，你等等，我不会冲动的。张伟啊，喜欢红旗大吧？不是，什么不是？你们路上，知识分子。
走。是，我叫林继峰。哦，原来是林壮士，不知您大将光临，有何指教啊？吴部长，你把陈桥那张老板给藏哪儿了？什么张老板？我不知道啊。说，张老板藏哪儿了？说说。说了说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说不说？我，你在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你？我是这里的民兵，你们不能随便抓人。放开！林继峰，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又跑到这儿来闹事来了？日本人的内奸呀！小艾，走。不管他是什么人。还有他们三个人，一块儿都给我带回去。是，到去。行，走。哎，政委，胡部长就不用一块儿都带回去了吧？一块儿带回去吧，要不然林继峰又有什么借口的话，没有人跟他对质，都带走吧。是，给你在啊。报告，进来。大佐，孙将军，这是我刚收到的，你看一下吧。孙将军，何必生气呢？我早料到了林继峰。没有那么容易死。这一次，他在陈桥大出风头，看来他和八路军真的走得很近。他是我的耻辱。不要这么认为，也许正是他的个人行为，会为我们创造机会。机会？什么样的机会？我还在观察。也许这是扑灭陆东洪波部的一次难得良机。
司令部的谍报人员已经潜入陈桥，有了他们的配合，我们就有了很好的时机。他们传来消息，八路军的骑兵队要转移大批粮食，我们可以利用这一次机会将八路军的骑兵队彻底消灭，消除这个心头大患。你现在就布置下去，一定要保密。是的。有了谍报员的支持，八路的末日到了。李爷，我怎么觉得这回扫荡和以往有点不太一样啊？啊？是吗？有什么不一样？说说看。你看这扫荡吧，哎，他给咱一时间表，先到哪儿再到哪儿，都有时间安排。真的是，开始动脑子了。好啊，山田，这次的行动从军事上来说，是要把双城的八路一举消灭。不是搜集粮食吗？怎么还消灭八路啊？他用的只是一石三鸟之计啊。如果八路军死守双峰镇，那么路东的粮食就归我们所有。如果八路军失去了粮食，他熬不过这个冬天。如果他面对我们，就会大伤元气。你想啊，一个大伤元气的八路军，跟我们当初让出双峰镇的八路军就不一样了。作为一种力量，他已经没有能力影响路东了。这山田可真够狠的啊！他不狠，他不狠，我能把他拖下水来吗？李爷，你高明，高明。张伟，你跟我实话实说，你是不是派林吉峰去执行什么任务了？是，现在是怀疑咱们队伍内部有叛徒，跟陈桥的人勾结，把消息放给日本人。有怀疑目标吗？有你就直说，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？那我说了，您别生气。生气？难道跟我有关？现在咱们只是怀疑，还没有最后定论。我生什么气啊？你说吧。是您的警卫员小安。小安？这怎么可能呢？小安是我从延安一路带过来的，怎么可能是他呢？你怀疑他有证据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张伟啊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不好说才怀疑小安呢？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张伟。你怀疑小安，不是跟怀疑我一样吗？那您说现在怎么办？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，我们的行动照常进行。不行，政委，如果要是真有这个叛徒的话，这次行动很有可能导致骑兵队全军覆没。张伟啊，你这话太危言耸听了吧。是啊，我的脑子是没有你好使，但有一点是明确的，我们绝不能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儿。如果你能拿出确凿的证据，我就同意推迟任务。好，请政委再给我三个小时的时间。行，我就给你三个小时，到时候我看你到底能拿出什么样的证据。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那位林继书
林吉峰同志他就不相信我，他打我，他非说我藏了陈桥的人，我无论怎么解释他都不相信我。我能总打得我承认不可吧？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就这么莫名其妙的被带来，还被揍了一顿。好了，你的伤过两天就该痊愈了。军医同志，我一看你就是一个好人，您能不能帮我问一问，什么时候能放我出去？不能一直关着我，总得给我一个罪名吧。犯同一个错误，自己又跑出去抓人，还把人家给打伤了，对不对？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为什么现在动不动就爱打人呢？你不恨日本人，你不恨汉奸是不是？我当然恨，但是你做事情也太鲁莽了。我是去执行任务。执行任务？那你说，执行的是什么任务？那我不能说。你骗我！我骗你干什么呀？不信你去问张伟。我倒要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。大哥，哎，来的正好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什么事？是你让林继峰去执行任务的吗？哎，哪有什么任务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哎，哎，你采药，你快走吧，我有点事儿啊。走吧，走吧啊。没事，你叹啥气呀？叹什么气？啊，我都替你背两次黑锅了，也就不说什么了。你让我干的，你忘了？哎，你说是我让你去的，你有证据吗？哎哎哎，你这要是漏了的话，咱们什么都抓不住了，打草惊蛇啊！直接把他抓了不就完了吗？哦，就像你似的把胡保长抓来了，你有证据吗？我不是还得把这人放了吗？那我要洗清罪名，是不是得找证据啊？可不是吗？是个屁！你把我关在这儿，我怎么找？咱们骑兵队现在有一次大的行动，我很担心这个行动会因为这件事给暴露，全完蛋。所以我想这样：一会儿我把门口的兵放了，你赶紧跑去陈桥把证据拿回来。你直接把我放了不就完了吗？是，我直接就把你放了，全暴露了。不是你那么着急给自己洗脱罪名干啥呀？背着也不沉，你背着。我放人，你赶紧跑。赶紧跑啊！哎，快点吧，小王，你们俩跟我来一趟。来，整队集合，向右靠齐，向前开，稍息，讲一下，请稍息。咱们这个林继峰同志，你们也都知道啊，问题很多，所以大家要严密看守，听见了吗？是，解散。孙进军，下命令给李金堂、冯马杆，我们马上要进行一次扫荡，让他们赶紧到查证点开会。是给所有人吗？
现在我们的机会来了。陈桥和双方镇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解决。以我对张先初这个人的了解，他肯定会趁这个机会和八路军讨价还价的。只要我们抓住这个机会，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，就可以解决眼下的粮食问题。至于其他的收获，那要看国民党和八路军配合不配合了。嘿，张大哥。啊，来了。啊。你坐吧。啊。你找我干啥呀？我也不知道我哥最近怎么了，惹了这么多麻烦。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了。这他是你哥，你，哎呀，你得相信人家啊。张大哥。啊。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？我们能有什么事儿瞒你？没。报告。江。林继峰他们三个人都跑了，我们正在派人去追。